他才好，机会难得别迟到，你有心理准备，心有心送交集，见了你该说什么才好，机会难得别胆小，我没有心理准备，是自己不同凡响，为了他我用力挣扎，为了他我用力跳，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才无力的微笑，为了他我往前冲吧，对对对我也不怕，我最爱的吉他是今天和我世界交错，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，就像是握住他的手，就像是情歌对我说，主持那个综艺大哥大啊，我想唱喜帖街，可以唱喜帖街吗？因为我有练那个喜帖街，但是可能我的香港的朋友说你这个不行啊，就是不像，但是我台湾的朋友都说很像哎，很像哎，但是因为就是本地人听起来就觉得啊，怎么那么奇怪，真唱的时候啊，对，这个不能上网找歌词，因为我自己有写一份，就是只有我才看得懂的歌词。是啊，超紧张的这首歌，超紧张，超紧张，我怕我讲的不像，对，很像。这首是之前我们就是有来香港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特别练这首歌，是我们香港朋友说，就是这首歌那时候很流行的，然后我们就有稍微现在还流行把它练起来，稍微现在还流行这首歌吗？风雨吹过的发，转身的出发，风雨掠送吧，你在何前方的一地，你正在于光大，走得黑人应该接受，都有夜就似这一去，曾经请的手，你们该停下，忍心忍。
羞。
谢，谢谢。那你们两个都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？不要，是不是一讲出来就怕大家就是发现啊，这么有明星在这里？明星，明星的那个香港话怎么讲？明星，明星，明星，不标准。很好笑，那不然我们再玩一首或是两首，我们就回家去吃东西，耶、yeah! ！回家吃东西。你觉得这些钱够吃火锅吗？火锅可不可以吃？香港的火锅跟台湾的不一样，比较重。因为我那天香港的朋友来台湾，然后我带他去我们都觉得很好吃的火锅店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味道很淡这样子。嗯”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味道很重了。你说演员吗？大家有听过演员吗？有吗？演员薛之谦的演员。大家这首演员，等一下查一下歌词。哦，简单点是不是？简单。有没有人想要？它就是你的歌词。哦，等一下，现在那个我的 CSO 有点慢，我的 CSO 现在有点慢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？什么时代的？